今天我要减肥，然后呢，打算吃一个菜花饭，就是我已经切了，快切好的，然后还有一个没切，就是我煮过的蔬菜，蘑菇跟豆豆。我自己是习惯把食材都过遍水，等会儿炒的时候就会少放点油。点葱，五个香肠，切一个小腊肠，要给我一次性全炒了，白菜不够，袋鼠大概，鸡蛋加一点牛奶，用小锅子炒蛋实在太优秀了。番茄，一个月给他50两。蒸龙椒，有点辣。妈呀！小姐，稍等。多了，待会儿还好。番茄刚切出来，绝了！我的菜花饭，你是喜欢吃的，你是不是想吃这个？不知道。